哎，猪猪，你这个角度可以吧？拍得清楚。可以的话，我们就。
早啊，挣钱早，拍的太早啊。都没看见。导演，这个戏其实我知道有电影。我都觉得这部很好。还是会不会有压力的？压力肯定很大。好。演员的小说写得很好，电影拍得很好。但是呢，可能电视剧的容量很大，所以可以展现更多的这种细节和一些情感的东西更大一些，包括一些职场上，这次改编也是后面加了很多他们专业性的一些东西。土木工程的这个，其实原来不了解土木工程，这次做了一些深入的了解吧，有里面有很多挺有趣的、挺励志的东西。那丁飞老师对于这次的作品，是不是也会觉得电影可能更加让大家有什么样的？可是我不是编剧老师，我是原著。但是我之前没来之前，我还有一些放心，但是我来了之后呢，心情可能更加大半了。因为我觉得这个，平常们感觉做的很扎实，然后。还有的那个跟家庭的东西很有趣。当时那个导演这个行为，打赌和赌羊，我觉得是一样的。这不是问我。打赌来说一下吧。他主要是没有没有，我对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。对我们这确实是一个颜值担当的团体，但是我呢，我在这里面负责实力这一块。对，他们是颜值担当，我是实力担当。杨乐是颜值加实力担当。对，对，都是都是。其实我跟马可是第二次合作，这个十多年前我拍了一个戏，当时他还是13岁，那时候就已经比我高了。那个时候孩子就非常会演戏，很厉害啊。没有没有。
微微，这个，你进来里面那个，你也记得，一定是够。